什么？最近珠宝生意怎么样？珠宝生意还可以，码头也出了点收获。那就行。洛雪啊，你不用整天不务正业的，这家长还是叫你来继承的。我哪里有不务正业？你看我每天把自己打扮成这么漂亮，我都没让你丢面子。那项链不是不可以给你？项链值10万大洋，刚好这里头又加一个10万大洋的项目，你把它搞定，我就送你。哎呀，可是爸爸。行了，这次没得商量。好吧，那我要一个方寸，我要子辰做我的方寸。好吧，子辰，这段时间你不需要帮我了，你先教教洛雪吧。好了，我还有事。老爷您慢走。爸爸慢走吧。现在呢，我只要摇摇铃铛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你要是不听我的呢，我就跟爸爸生气。没事，你就乖乖的听我的话就好了。拜拜。做我的舔狗，为我。不错，很好，继续吻我。逗你玩呢，你还当真了？帮我倒杯酒，略手干果裂了。林小姐，你到错地方了吧？我就单纯想请你喝一杯牛奶而已。想不到你为了谈一单生意连美色都用上了。你想太多了吧，不就一杯牛奶吗？真的吗？听说你这一单生意要是谈不成，你家那一套翡翠你就得不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不然我怎么服从你？我现在命令你把这个订单给我搞定。这命令 你闹够了没有？这是命令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。你想知道吗？那你就乖乖听我的。放开我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这次订单由我来付，不许有人落手。好的，林小姐。洛雪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得到你。